你好，我叫做吳嘉欣 Yannis， 咁我喺香港賽馬會咧做咗大約兩年半啦，從事呢個兼職服務助理嘅。咁其實咧喺我工作嘅時候咧，我係會用心去對待每一個顧客啦。咁呢個心其實唔單止代表我嘅心，亦都係代表客人嘅心啦。我好希望將我同客人嘅心連成一線，從中去揾到佢真正嘅需要，達至好似我哋公司嘅服務宗旨咁樣啦。提供一個百分百滿意嘅服務體驗俾一個顧客，咁好似譬如平時咁樣啦，譬如話有一啲聖誕節啦，咁樣我會同唔單止講祝你好運贏多啲，亦都會同佢講一聲萬聖節快樂啊！希望客人感受到我同你一樣，都係好想分享呢個節日嘅氣氛呢一個感受。咁我今日嘅小貼士咧，係想同大家推廣一下我哋香港賽馬會嘅有心站。咁呢一個有心站咧，其實提供咗好多便利嘅設施俾周邊嘅居民啦。咁例如借車啦、fast 啦、同埋差電嘅服務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希望啦，透過加強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啦，嚟到推廣呢個鄰睦嘅關係。其實我小貼士就係大家可以多啲關懷下身邊嘅人，唔單止可以幫到人，自己都會開心啲㗎。